伙伴们，他的眼睛里有两朵小花，对吧？并且他是一头绿绿的头发，难道你们不好奇罗拉公主的秘密吗？伙伴们，你们看，罗拉公主头上其实一共有四个花，对吧？一二三四，他们是黄色的、紫色的和橘红色的四朵小花。伙伴们，如果你看到了，请扣一个一。你们发现了没有？伙伴们，在游戏中我只找到了一种，就是迷你世界中的向阳花。伙伴们，你们看向阳花，我们给它一拳，我们就会捡到一朵小小的花。这朵小小的花你们自己去看一下，是不是和罗拉头上的花一模一样，对吧？一模一样。为什么罗拉头上只有一朵花是真的，而另外三朵，伙伴们，我在游戏中找呀找呀找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找不到，只有一朵向阳花是真的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为什么只有一朵是真的？其实就是，伙伴们，老官方说罗拉是魔法森林的长发公主，对吧？她是一个公主，但是你们发现了没有？罗拉头上只有一朵花是真的，公主头上为什么只有一朵花是真的呢？伙伴们，你们看罗拉的裙子，它是一个黄色的裙子，和向阳花一模一样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而罗拉其实它就是一个向阳花，所以它的头上只有一朵向阳花是真的，罗拉就是向阳花变的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